的画面就是前民进党党主席，那么蔡英文在今天也去探视的这个林益雄，美国的核能专家，我们曾经邀请过的陈模型博士，是他今天写了一封公开信来声援林益雄，称他是一个勇敢的责任，然后祈求台湾所有懂电的人出来，不是刚刚两位蓝绿的立法委员在争执的。